想象中的打工人。这个作文很简单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根据天时间、星期六我看到成果，只要勤到我半个小时搞定，做得好给你三百工资，不仅游戏你一顿娱乐，一顿到外，跟到外打场，打到大型赛道，不行了，直接三十单位。哎，好不得你们的。十几回了，我没得腰，腰就不会发发的。这个就是你要的万能火灾噻，这是哪门子万能火灾？龙的，小龙虾，小龙虾，这个不是龙吗？那万能的，有头有脚的这些猪噻，一二三四，好多好多猪，全打多少回嘛？那混乱大场面呢？浪打一把还不到，你们吃不完。你要是一旦冲出去，我得搞到猪笼。炸！那巨龙的干什么？啊，你真的是个鬼子！那中华对抗你究竟在哪呢？你自己看好嘛。这龙虾再加兵不是外国的嘛？你说唬我？把你这臭家伙看哈！叮叮叮！所以有多个有外国人，他们还在摆球呢。就这一个，怎么去什么游戏跟老外对战？巨龙吗？这是啥聪明呢？你给我闭嘴！听到要求多，要求要来玩，太恐怖了！我这就是阿瓦隆之王给你大场面，拉上你们五十个兄弟五十个龙，战斧力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再派支小队绕到你屁股后，给你老家顶顶火，更壮观。现实中的打工人，给你听时间，终于我看到成果。好的。